喂，你是怎么办事的啊？现在就差你的货还没有准备好，赶紧来公司把剩下的给我准备好，那边已经派人来领了。没在，奇怪，怎么今天西真那么迟到了还没回家？学校有活动吗？出生在社会底层，注定了这一辈子都是穷人。人们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，面临着饥饿、疾病和各种不稳定因素威胁。每个人都只能想方设法地赚钱，只为了不让自己饿死。这里的人不敢奢求一个家，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只能任富人宰割，成为了富人们所圈养的猪仔。
公司不是要你赶快去处理你的货吗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不管了，我得快点到工厂才行。你今天要倒大霉了，嘿嘿。要我帮你开门行，但你得给点意思意思。
又是这样，我得帮他把他的货交给黑市上的人，他们难道不能自己动手把货交给送货员吗？
牺牲的内脏？不会的，那不可能是牺牲。嘿，嘿，别发愣了，叫你呢，听到没有？该死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真是一群饭桶，真不知道上面的人怎么找人的。交给黑商，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喂，有只畜生从病房逃跑了，找到他，把他带回来。西珍，一定是他逃走了。从记录上看，只标明了取走肾脏。这么说来，西珍一定还活着的。我必须在他们之前找到他。今天又处理了多少只畜生啊？我今天又不小心玩死了几只，帮我也把他们处理掉呗。
所以你也想要调教一下那些吗？给我拿点酒来，我就给你钥匙。我得想办法回到地面。疯子，为什么攻击我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得在他们之前找到西珍。西珍，你要撑住啊！
我得赶紧回到地面。公司的食品加工厂在这里。
是西珍吗？是爸爸，爸爸来救你了，等等我呀。不是真的，不会的，西珍，你醒醒啊！这是我送西珍的项链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女儿。为了让女儿过上好日子，我成为罪人也无所谓，但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，我不想再戴着面具了。爸爸对不起你，至少救出那女孩也是对我的种种罪孽一种救赎吧。